假装带女朋友吃霸王餐，偷偷的在微信上跟老板结了账。我买的。哎，等等，不买了，不买了，走了走了，下周还来。怎么你买过了？走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走那么快干嘛呀？别推我呀！怎么啦？你是不是背着我藏了很多私房钱啊？还把单买了？你是不是背着我有很多小金库？走，回去把你全给你翻出来。我没有买单。没买单？咋了？是不是那老板知道我俩是网红，给我们免单了？你想的挺美。但你咱们应该给他拍个探店呀！你照片拍了没有？下次我们遇到这个老板还是要给的，现在实体行业不好做，知道吗？这个老板不认我们。不认识，还没给钱。那你拉着我跑个灯啊。哎呦，我们不结账也看不到。乔凯，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这么快，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别人假如明天把那个监控放网上，人家不说你，肯定说我呀，说我大网红吃饭不给钱耍大牌。你这什么事做出来，快回去。还有粉丝掉光怎么办，粉丝掉光怎么办啊？我现在进去给钱，我们俩去道个歉。哎呦，不用。肖开，你竖着良心呢？你想一想啊，你现在进去了，人家现在找你呢，他把你打一顿怎么搞？我给钱。那人家都发现你逃单了，说不定报警都报了。哎呀，肖开，你别委屈。我不信，我回家了。胆小又逞能的样，迈出了正义的步伐。Later。小孔，看你这皮做痒。